然后来讲，迄只怎么走来吃？一只，来你看看，一只，两只，哦，大只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但是一个问题哦，伊这个所在后边只，后边只那个有一支尾，点知？你仔细看哦，这支尾唔知是对那边过来无？你知道？伊还敢有小虫？啊，应该是五只啦。我想哪有可能六只咧？那讲真，若真正六只，我着真正惊着，你知道？目前一家看应该是五只，因为我怎么个平？啊，你着了五只着啦。伊怎啊对遐坐过迄边啊？真惨咧，够嚣掰！还是你看，水温不离拉手31度来。